为他不会死掉，他就在那里。没有，他死了，他最久的嘛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活比较久一点。他还是死翘翘的，但至少活久一点了。对。哎呀，你们都选的啥呢？啊、我人越多，感觉那个骑马就很辛苦。对啊，那个哎，大家都已经会那个打马了。对啊，不会啦，打下就对了。他们完全没人选。哎，没有吗？嗯，没有。我是说，我们就算骑马过去，有没有、哦、他们十个人全部围上来？你的那个马没了，没了一群马上下来，很靠近马的话，马的就上面就打不太到。对啊。而且马很容易被自己的队友砍掉，该让马有尖刺效果。我刚有一次打小雨，然后那个马就头举超高，然后感觉小雨就看不到路。我想说，而且那个卡在那边根本不能动。只要一直连续 1.8 打马都没关系，那马就会被卡在那。对啊，就会只抬头，还一直抬头。没错，手都看不到了。我少一个没关系。不知道欸，要玩什么？巧克力要玩什么？我不知道欸，那看看你们缺什么？两马，欸嘿，没有马，没有人骑马。好啦，这个，哇，刺客，可是刺客中午就很无力。没关系啊，晚上很强就够了。不是，我不要出门就好了。吸血鬼哦。全程蓄伏的，看他们可以找到我。我躲在一个草丛里面。什么？嗯嗯嗯嗯嗯嗯嗯。二三四。对啊，他们红队少一人。少一个。往下、啊，那个可能还在开电脑，那就不等了。嗯，没问题。那我再一匹马，我们总要有人骑马。好测试吗？好，各就各位了吗？好，各就各位。那巧克力，嘿，如果有人对你举盾，你马上下嘛，让他上去。嘿，哇哦，然后他还会中凋零。对，真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等下就来看看啊。刚刚反星就是这样被坑死了。打到，别吵，我也快死了，好吗？只能举盾啊。哎、欸，谁骑我？哎、欸，好气好气！先招嘛，先招嘛。等一下，我的好马。哎、欸，所以哈基现在每个职业技能就是用那个输右键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OK OK OK。刺客拿到的话，右键是没反应。好的，那要干嘛？刺客是干嘛？刺客的是被动，他就直接等一下行的时候在背后背刺。哦嗯、好。背刺之前还要先读个书，太累了。看一下怎么背刺哈，学习一下，从要点他这里的穴道。好，人来了啦，人来了啦，穴道人来了，人来了，人来了。什么一个？有个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的马是隐形的。不受控的马儿兴奋的奔跑着。游侠有游侠，太凶了。太舒服了，打爆了！我干掉了，干掉了，干掉了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挖矿。哎、欸，我们家小麦被谁拿走了？在我身上，我怕他们拿。哦、okay, okay. 我想说我要挖小麦，你来，你找得到我就把小麦给你。我闻一闻。哎、欸，中路两个哦，刚刚那两个人哦。哪有？又来了！我拿弓箭。你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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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耶！哎呦，你在哪里？换我找你了。你在哪里？队友，我在铁矿洞。好，来来来，你的甘草捆。杰瑞，小心弓箭。没事。你在找甘草，让它放里面哦。好。耶。哎，不是，好多。等一下，我的全部武器都没了。三个，哇，本书跟木材啦，什么鬼？他们来了，书至少还在。你拿书的，拿附魔台的不用死啊。这个喷的好痛啊！哦，可怕的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活下来，活下来，活下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！你那仙人掌打我，你这个变态！你有没有觉得刺刺的？全身都刺了。
哎、欸，哈基，你的斧头，我的斧头怎么了？我的斧头显示出来了，然后你的背后一个剑拿了，冲啊！冲啊！哎，二姐姐姐姐，喂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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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潜行。我的帮马补血很重要。嗯，先做盾好了。干嘛？丢这个没有用的，这个不能换东西啊。他丢一堆混沌之物，还有 bug 不能弄。我们两个努力的挖矿，挖挖挖，挖挖挖挖挖。那你们要有一个去挖那个黄金。黄金啊，那我去。黄金的有人吗？你们要挖黄金的，一定要有全套铁装哦，不然会被打爆。你们先用。他绿宝石建议放副手。那我先挖个铁钟。那个，我有藏一些隐藏道具啦。隐藏道具？隐藏道具？那你就全部把它拿走就好了。啊，好好，我们家的我拿了它。对面我去拿一下，在那个矿洞，黄金矿洞上面不是有掉了一个箱子？哼，哦，上面了，一颗 TNT。哦哦，你说黄金矿洞？哦哦哦，我们家拿。哇！我踩到陷阱啦！你上一场怎么都没讲？你是忘了？对，等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我要给你们，如果大家都没发现，没有人上去拿，没人会上去拿。谁会知道多是新东西？我在他们家门口掉了，来帮你黄金矿洞。哦，这个赌上面，哎、欸，死掉真的东西很多，对，很多可怕，超可怕。你可以来挖黄金的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上面的那个是，哎、欸，从别边挖谁萝卜没种回去啊？哈基，哦，我种回去，我种回去，你等一下洗袜了，我就看着你吃萝卜啊。就是从外面有没有挖一条？有水力，从这、欸、有下去了。懂意思吗？因为这边会一直被屠戮。嗯，好，那我被臭马的痛啊！两刀而已，好痛哦！你是背，他说两斧才对，你是背后面对他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正对他哎、欸，然后两斧我就死了，嗯、好痛！暴击两斧啊！哎、欸，他喷的好用力哦！呀，什么东西？打你打很用力是不是？装备打超用力。现在叫他轻一点，听起来像奶怪怪。你也知道。哎、欸，我操！他们家黄金洞那边开了一个洞啊。嗯。黄金洞那边开了一个洞。黄金洞那边开一个洞。OK。靠近不了。这样你下去了没？我下去啦，我正在挖。我们这里帮你赌一半了，赌的都累了，不想赌了。帮助啊！而且你的赌超好的，完全不想。干嘛？我在蹲经验啊！有人在蹲点哦。我是进来就看到一个人在那边挥，跟着蹲。不然我一直蹲着，大家以为我那个。我是酱油。你怎么？你干嘛要上来？你怎么绕那里？你怎么绕一圈那里啊？我要上去，你在干嘛？干嘛？你为什么绕一圈？你到底在干嘛？这矿工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矿工为什么绕来绕去？啊，这样的话他们才会迷茫。你是想要踩足迹是不是啊？不需要他们迷茫啊，是让你快速的进出就好了。我觉得你应该会自己迷茫哎、欸。感到迷茫了。你知道他这样子在追你的时候，我们要帮你、欸。一个一个穿铁装的就过来喽。两个、哦，一个、哦、看到了，京东，小心危险哦，过桥了，过桥了，有了，京东，很多过桥了，过桥了，嗯，加油，记得绿宝石放副手，他觉得我在那边看啊，因为我在那边赌很多次啦，嗯，你看我木头给你好，我看你要强迫症爆发了，我来，我想说这是要弄他们啊，两个赚钱都要走，三个了。让我来，这个东西，哦，十四题，痛，力量二，痛，哎，两个打一个，我帮你多揍他几下，揍啊，嘿，
哎、欸，有人中伤，中伤！呀，其实也是很猛的。为什么都被围攻啊？我的问题，因为你很可爱啊。要跑、啊！不用不用，不需要。要跑！哎呦，晚上喽、哦！晚上喽！晚上我们不是应该会无敌吗？我们不是应该会隐形吗？刚刚好，会啊，晚上你就隐形啦。晚上就隐形。我怎么刚刚看杰瑞没隐形？我没隐形哎、欸。你血没满对不对？绿色的又来了、哦，对，满血，要满血，要满血。我的绿色又来，绿色我们、哦。抱歉，是看错颜色了。我刚刚有人隐形啊，拿盾牌啊。我看到啊。哎、我打不到他。哎，打、啊，现形了。现形，现形。哇，巧克力骑在马上，一看粒子效果啊。夸张。他怎么看得到粒子效果？他是开外挂、啊，这样子好吗？想说他骑在马那个视野应该很难看，哇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外挂多少钱？外挂、啊，机场卖挂、啊。到底哦、喔？哎呦哎呦！哎，我全装喷掉哎、欸，太夸张了。全喷哦，太恐怖了吧！那个隐形兵太黑了吧？我全身光溜溜了。哎呦，这样子好吗？不，我就换衣服了。直播呢？所以现在不是在开台，没有啊？不穿衣服开台？耶！把附魔台偷走了。哪里？偷走，偷走，偷偷偷。偷偷。哦，你们偷进来吗？嗯，没没，在对面吧。那个什么东西？酱油，你这是不是迷路挖的啊？你这怎么这样走啊？没有啊，真的让他们感到迷茫，奇怪的事情吗？不要理他的说明，他等一下被追他就死掉，跟我们无关。你们救得了他？你那要救你有没有？我们自己人就要迷在下面了。对啊。不会，他是一条路而已，他没有第二条。那你这样别人也不会迷茫啊，他就跟着你打、啊。他迷茫是因为说你怎么会这样挖，是不是？要要要！你有来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哪里。我想说去上他们挖矿的人，上他们挖矿的人。那个有附魔的啊，可惜他不是矿工，附魔还在哪？他刚在挖矿，在家里。来哦，哦，都放好了。来喽来喽，好的。我现在没有食物，我先退。好，先退。到二十等了。我要我的。没有马，我没有马。哇，你被秒哎、欸！他们青青实况有一个，直接被秒。然后看你、哦，我看你被秒。啊？要怎么下去？这么厉害？在这里，我找到了。哦，这么隐秘哦。这有一个。他这里只能挖黄金绿宝石啊、欸！对啊，是啊，酱油三个，谢谢。说错了，拍谁拍谁？三个黄金，黄金都给你，都不要都给我，不要都给我，太多了。顺便带回去吧，四个，对啊，带回去。好，好好酱油，你副手要拿绿宝石，你有听？有拿了。对，这样你死掉就没差了。确实，只是少掉黄金而已。可以换个食物吗？有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哎，等你的，你快饿死了。给你一点面包。没有泥土了。谢谢啊！被抢上青岛了，被抢走了。啊！你要？来，我箱子放牛排，我箱子放牛排，下面的。我可怜，我总在捡人家地板上的食物吃啊！听起来怪怪的。你要有尊严，你不要吃。下面箱子有牛排。可是我好饿。你就要有尊严，我不吃。你没有体装啊？你这样蹲。没有啊，我先蹲等级、啊。死掉会喷那个经验哦。矿工的技能是干嘛？给你绿宝石。矿工的技能就是你 Q 出，哎、欸、不哦，你就技能弄了，附近的人会虚弱啦，敌人。嗯。没有啦，那个后来改掉了，改成就是自身虚弱，但是无敌。Oh, 没有你还挖掘减速。嘿，受感。就是你变一个智障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变智障。哇塞！笨蛋不会感冒一个道理啊。对。又变成智障啊。对方好像也有骑士，我看到他们那边有一匹马。我记得他们好像有一个人有选的样子。哦，一匹马比我厉害。那你们是不是应该骑士之间的碰撞？
要碰撞，要碰碰啊！骑士之间的碰撞。嘣嘣嘣！哇，所以这场都没办法发光哦啊，变废物了，发光。这样子。